哎，你好，又是我 J-Man， 今集教大家怎样制作手机铃声。这个 iPhone 玩 App 系列，哇，任何你在 iPhone 上播放到的影片你都可以变为铃声。这条影片我会教大家用四个步骤去制作电话铃声 iPhone 上，命名为人有功练，就人人有功练，我命名为人人有铃声，即是怀念吴先生。跟大家讲先，这个铃声响起上来的时候被人听到，人哋大概会估到系边个打电话嚟嘅，咁我恶搞咗一段啦，去片。剩系得翻一部手机，我可以点算啦？好似你老细揾你，我可以点算啦？剩系得翻一部手机，唔好意思，我听一听电话先。我可以点算啦？剩系得翻一部手机，我可以点算啦？剩系得翻一部手机，我可以点算啦？喂，车生，系啊，忙紧啦，我而家困紧呢条茂利买我哋嘅课程啊。咦，好似你女朋友揾你喎？唔好意思，我听听电话先。喂，珍妮花，我同你讲咗几多次？我做紧嘢，唔好打电话俾我。八点钟。咦，原来你都中意三一万嚟合噶？你个课程几多钱？唔紧要，我即刻买。嗱，咁翻到嚟啦，大家小心啊，大家小心。咁啊，首先订阅咗先啦。即系如果你唔订阅，你肯学，我未必肯教。所以就算你肯学嘅，我都未必教。咁我走先。咁啊，又系搞笑啦。OK， 好啦，又翻到嚟啦。嗱，第一个步骤，教你建立一个档案。啊，即系齐整啲啦，系咪？咁我首先去到 files，OK？、Okay? 咁你 make sure 喺呢度按 browse， 跟住去到呢一页，咁就拣 on my iPhone， 吓 on my iPhone， 咁啊拉到最底啦，吓空白嘅地方，你就长按。咁啊，彈咗一個黑色嘅選擇欄出嚟，咁你就選擇 new folder， 嚇，咁就成立咗個 new folder 啦。咁我就將佢名字改咗佢啦，即係齊整啲啦，係咪 ？Ringtones， 好嘅，咁第一個步驟建立咗一個新嘅 folder。新的資料夾。第二個步驟就介紹一個 iPhone 的功能，就建立一個直徑 shortcuts。這個 iPhone 原本已經有在這裡了。首先開始按右上角這個加號， OK， 那就按 Add Action， 跟住選擇 Media。咁跟住再選擇 get latest video， 即係意思係最後嘅一段影片。第二個加，拉到落最底，選擇 encode media， 點擊，跟住按 show more 呢度。嗱，咁呢個重點啦 ，audio only。OK， 咁我就会选择 AIFF， 因为点解喺电脑度都播放到，曾经试过 M4A 都可以，但系 iPhone 上高可以播放到，电脑度播放唔到，咁我就教你哋选择 AIFF 啦。第三个，咁你就要出翻去出边右上角打呢个交叉，选择 Document。咁就選擇 save file， OK， 嗱，你呢個步驟就係 make sure 你 ask where to save 係變成綠色，即係你每一次記錄嘅時候，你想佢問你你存放喺邊度，咁就再按 next， 咁就命名啦，咁我就命名佢 video。Audio done， OK， 咁你就建立咗一个捷径 shortcut。第三，
第三揀歌啦，即係揀你想錄嘅影片。邊首？邊首？邊首？點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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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咁樣呢一個步驟就係揀歌、點歌。你想播放嘅影片，將佢收落嚟。點歌？點歌？你想邊一段影片，將佢記落嚟，揾佢，揾佢先。咁我就介紹，做個舉例啦。咁我去 YouTube 啦，嚇。咁而一個經典嘅，你阿爸揾你，你阿媽揾你，啊，有冇聽過呢一段嘢？你阿爸揾你，你姑姐揾你，你阿哥揾你，你細佬揾你。嗱，跟住教大家錄影功能啊，點樣錄影呢？好簡單，掃落嚟，按呢一個錄影掣，咁你就錄低你喺熒光幕上高所有嘅聲音，以防萬一你冇呢一個。呢、这、一個叫 control center， 啊，你呢一個 record 嘅功能冇喺 control center， 點樣入去呢？你首先去到 setting 啦，跟住拉落去少少，揾 control center。啊，入咗去 control center 呢度，呢一個部分就係你 control center 有嘅所有嘢。咁你嗰個收錄功能係未放咗喺Control Center 嗰度噶，咁我哋就拉落去，選擇 Screen Recording， 跟住點擊綠色呢個加號，點擊完成之後 ，Screen Recording 會上咗去呢度，即係你 Control Center 拉落嚟，你就會見到呢一點。錄影之前啊，你 make sure 啦，長按，長按呢一點，即係 hold 住佢呢一頁出嚟。就確認呢一個 microphone 係 off， 點解要 off 呢？即係你錄影嘅時候錄低曬所有 iPhone 做緊嘅嘢，你唔想你講嘢佢接收到。好啦，嗱，我哋而家開始錄影啦，就撳一撳，佢就三二一，就錄緊噶啦，停咗佢啦。跟住我哋去翻 shortcut， 就點擊翻我哋之前建立嘅捷徑，就點擊呢三點，跟住再按 play。咁你就選擇我之前步驟一建立嘅檔案，跟住再按 save， 跟住再按 done， 去翻檔案，掃翻落去你啱啱建立嘅資料架，點擊入去，跟住長按。咁就選擇 rename 改名，咁我就改一個你容易啲記嘅啦。咁我就叫 family calling 嚇 audio 咁樣啦，叫佢做 audio， 呢個係聲音嘅檔案。跟住再按 done。咁最後一個功能啊，就係介紹呢個 GarageBand。咁你入咗入去嘅时候，如果你见到呢一个画面，你选择 create song 或者上高呢一点，咁我就选择 create song 啦。如果你入到去呢一个画面一开始嘅时候，你就揾左右扫 audio recorder 呢一度，再点击呢个 voice， 咁入到嚟之后选择。左手邊第三個，跟住藍色呢一個好似三個人，其實滴答滴答計時嘅變咗做白色，即係唔要佢滴答滴答。跟住再揾呢個好似一個圓圈，好似過山車咁嘅嘢，選擇 files， 跟住 browse。
就找回你刚刚储存的 ringtone， 等一阵它就在这里会弹出来。那刚刚我命名了 Family Call Audio， 跟着我就长按，它就会弹入来。第一件事要做就是按右手边这个加号，你会弹出来叫做 Session A bar， A bar 的意思就是8秒的意思。那我就将它转成30秒，为什么？因为一个 ringtone 最长可以去到30秒，那我们 set 定是30秒，那你那个 bar 就会出来是30秒。点击回你的档案，最旁边这里可以拉长拉短。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声，因为我录影有几秒是未开始播放，所以没有声。那我又点击左手边，变成黄色之后就把它拉。你可以放大缩小，两只手指拉开 拉低放大缩小。用多几次试一下啦，比较难用一点，如果你第一次尝试的，那就试多几次，熟了就容易了。咁我就将个档案，我想要嘅档案拉到最左，由零秒开始，点击两下档案，去 setting。嗱，第一个 gain， 即系如果你想个铃声大声啲，咁你就加大佢啦。跟住，因为呢一啱啱录嘅铃声，我大概系好似八秒至十秒、十秒咁样啦，我就想佢。重複重複，咁就選擇 looping， 跟住 on done。咁你啱啱嗰段，你阿爸揾你，你阿媽揾你，你姑姐揾你，嗰段就一路重複一路重複。點擊下方 my song， 佢就會儲存咗出去。咁就長按 my song， 睇唔睇到一個 share 嘅位置？點擊落去。咁你就彈咗出嚟有 ringtone， 點擊 ringtone， 咁佢就會循例都會問你啦，咁你 click continue 啦，咁就點擊改一改名啦。咁我呢度就改 family calling， 咁我呢度就命名為佢做 ringtone 啦。OK， 點擊 done， 跟住。export， 嗱咁就会帮你制造咗一个 ringtone 出嚟噶啦。OK， 嗱咁呢度点击 use sizes standard ringtone， 咁而家全部人 call 嚟都系你阿爸揾你，你阿妈揾你。咁啊再讲一讲啦，你边度揾翻呢个 ringtone， 或者你想转 ringtone 咧，咁又去翻 setting 啦。再去揀呢一個位置 ，sans 乜乜乜乜乜 ，OK？ 或者我想轉翻以前嘅 ringtone， 其他嘅31蚊合我之前自己錄影嘅。咁你亦都可以，你有100個朋友，有一個朋友，譬如你女朋友啦，你想你女朋友 call 嚟嘅時候有特別嘅 ringtone， 你亦都可以咁樣揀。咁再講多次啦，去到 phone 呢度，咁呢度就選擇。contact， 咁就你揀你女朋友个名字出嚟啦，点击一下，譬如俾个例子 ，Pat A N， 跟住 edit， 扫落去 ringtone， 之后选择，你女朋友 call 你就系用呢啲声啦，即系譬如 done， 再点击 done， 咁就完成咗自制 ringtone 系喺 iPhone 上高。有在下低有啲連結 YouTube 上高，咁我選擇咗一啲嘅 ringtone 啊，俾你哋有個概念係揀啲咩 ringtone。咁我好中意超級機械人大戰嘅，咁有幾個啦，就揾咗啲過癮啲嘅啦。之前嗰幾個啦都有，或者你求其好似啊揾阿車山錄一段都可以。咁今集啊講住咁多，
记住继续收睇我的频道，更多精彩的影片嚟紧，拜拜。